仅谋仅有8英寸，主力骑士冰虎英特尔 R5 1035钢 G7 16G 超达云形雷蠢3733高频雷蠢，这就是 GPG WinMax 超级账上游戏机，机器还没正式开售，预计在5月20号京东开始预售。这次我们测试力10只狼赢12斗，其实这个游戏别的 WinMax 玩家测过，但是身为一个非专业的只狼玩家，我还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，在更加激烈的场景下，是否还能保持游戏的流畅程度。毕竟这是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打铁游戏，反应不灵敏的会更增游戏难度。游戏的设置是1280×720分辨率，因为设置800比画面无法全屏。特效方面，除了抗拒时，其他全力。游戏帧数大概就是在30fps 上下跳动，个别简单的场景能达到40fps。其实一般的游戏能稳30帧就够了，而且 WinMax 的屏的色彩感觉不错，自然的有些画面做的还是挺漂亮的，在 WinMax 上完全体现出来了。其实这个游戏我玩的很菜的。Thank you.